想高端疫苗的这个履约期有超过30日以上，那是直到审计部才查核才发现，所以卫福部才开罚，那就被质疑说这个是护航高端吗？我想我现在已经离开卫福部，有关于行政的事情以卫福部的说明为准，站在第一线处理相关事情，想起疫情之间的种种，心中还是不免有一些心酸吧，心酸。那当然我相信有一些值得高兴的事情，不过疫情就要慢慢要过去了，我们希望经济早日的振兴。部长，高端疫苗的这个履约期有超过30日以上，那是直到审计部才查核才发现，所以卫福部才开罚，那就被质疑说这个是护航高端吗？我想我现在已经离开卫福部，有关于行政的事情以卫福部的说明为准。